嚟到有180度海景嘅餐廳食飯，可以飽覽維多利亞嘅景色，我覺得好舒服，好開心啊！呢一度嘅食物仲好有水準添啊！锅呢一度连用水都好讲究噶，佢哋用一种还原水，佢有三大好处：第一，攞去嚟清洗食物嘅话，令到我哋食用嘅时候可以更加安全同埋安心；第二，佢可以提升食物嘅鲜味；第三，我哋饮用嘅时候可以补充我哋流失嘅水分，令到我哋身体更加健康。所以记得珍惜用水啊！嚟到十八窝咧度，首先要介绍俾你，梗系一啲特色嘅美食啦。第一个要介绍俾你咧，就系围村鹅乸煲啦。咁咧有专人咧为我哋炮制嘅，麻烦你啦。咁呢个鹅乸煲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配料嘅。首先咧就会将一啲嘅蒜头啦、姜片啦、葱头咧就放咗落去炒香佢。已经听到咧滋滋声啦。跟住落去咧，就会将其他嘅配料，譬如系紫天椒葱啊、葱白啊、芫茜啊等等嘅配料咧，继续攞去爆香嘅。我闻到咧个紫天椒干嘅香味啦，已经搞到我已经流晒口水啦。好啦，跟住一路咧就系主角登场啦，就呢个鹅乸啦。咁呢一个鹅乸咧。是师傅用了一些秘制的酱汁去腌制了先的，然后加上配料一起去炒。现在已经闻到香喷喷了。好香啊，我想快点吃啊。跟住咧就会放一啲嘅烧酒落去啦，继续提升翻呢一个嘅味道。最后咧当然再加一啲嘅芫茜落去啦。依家已经香喷喷啦，过咗两三分钟之后就可以食啦。食得啦，我试一下先。闻落去已经香喷喷啦，食落去咧真系好好味啊，好淋身，好圆滑啊，那个味道咧好入味啊！这个咧系喺呢一度先可以食到噶，因为咧系师傅咧去围村一个传统嘅菜式，用妈妈咧教佢嘅一个酱汁去整嘅，所以第二度食唔到噶。十八窝咧到咁多极品嘅美食，梗系要逐一介绍俾你啦。首先要介绍啲靓牛肉俾你，本地雪花牛展、牛鞭肉、牛腩心、爽滑牛白肉、牛坑爪、牛颈脊，啱晒呢啲牛魔王啊！仲有西班牙酱果黑豚肉添啊！而海鲜方面咧，就有名贵嘅金箔象蜜蚌刺身、香喷喷嘅花雕醉虾、圆条嘅新鲜石蚌。而食海鮮，梗係要襯翻一個海鮮煲啦。呢一個咧就係辣味野菌花蛤膏蟹鍋啦。食咗啲前菜先，呢個姜汁豆角咧，啲豆角咧充滿呢個姜汁味啊，好濃郁啊。跟住就係呢個黃金魚片頭啦，幾啊幾大粒，好彈啊，好香口啊。跟住咧就要試一個。非常之名贵的金箔象蜜蚌刺身啦！哇，咁新鲜嘅象蜜蚌，再加埋咁名贵嘅金箔，真系赏心悦目啦！咁我要试下前呢一个嘅石蚌先啦。这个好绵啊，这个嘅鱼，好好食啊！试下呢个花雕醉虾先。
除了吃到蝦的鮮味之外，因為它用花雕浸過，還有濃濃的酒香味，這個我真的很喜歡吃啊。咁喺我面前呢个锅咧，同样非常之精彩啊！呢一个咧系辣味野菌花甲高蟹锅，咁你睇下呢一个嘅高蟹几多高？咁除咗咧呢个蟹啦，同埋花甲之外咧，里面嘅配料咧都非常之多嘅，好似有大葱啊、番茄呢一啲嘅蔬菜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嘅菌类啦，譬如系冬菇啊、鲍鱼菇、灵芝菇。咁而呢啲辣椒方面嗰个辣咧，亦都好唔同嘅，有紫天椒干啦、辣椒油同埋生椒粉。咁等我试下佢个龙海鲜汤底先。真系鲜味十足啊！攞去录嘢就最正啦。咁第一个梗系要咧试下啲牛先啦。我呢个牛魔王呢一个咧就系牛颈脊啦。牛颈脊咧食落去咧就比较腍啲啦，滑啲嘅。咁跟住咧又试下牛嘅其他部位啦，跟住又试下个肉眼边先。由于佢嘅脂肪啦同埋个肉咧分布好平均啊，咁所以咧嗰个油香味咧好重噶，好香味啊。跟住咧就要食呢一个啦，牛坑爪。这个呢一个咧出面亦都系咧好少可以食到噶。这个咧好有嚼头啊，咁而且咧嗰个牛味咧好浓啊，咁系牛魔王嘅你咧真系唔好错过呢一碟牛坑爪啦。跟住食埋其他嘅美食先啦。咁呢个咧就系西班牙酱果黑豚肉，咁好似肥牛咁样咧，录翻佢几十秒就 O K 噶啦。哇！呢、這个黑豚肉咧好有质感啊，而且咧仲食到咧好淡淡嘅一个酱果味添啊，好香啊！食完呢个之后咧，亦都要食一个咧其他地方少有啊，火血啊！食落去咧，我觉得好香喎，而且這個呢个咧系咬落去咧实净啲嘅，滑捋捋，同埋咧感觉咧好 Q 弹。跟住咧就要试下啲丸啦，咁前面咧就会有呢个咧手打四宝丸，咁我今次咧就拣咗一个黑松露嘅墨鱼丸啦，好得意啊，感觉咬落去咧弹下弹下噶，真系冇谂过咧呢一啲嘅手打丸咧咁弹喎。嚟十八楼食十八锅，呢一度除咗可以饱览维港嘅夜景之外，仲可以享受到極品嘅美食添啊！嚟十八鍋呢度可以包場開 party， 下次食飯打邊爐記得叫埋我啦！十八鍋地址：灣仔告士打道229号至230号，宇宙大廈18楼全層。訂座電話：2116-1198。交通工具：乘坐港鐵去到銅鑼灣 C 出口。大约行几分钟到就到噶啦，巴士分别有103、115、305、690、N182、绿色小巴69号 X、红色小巴旺角至铜锣湾，系循环线嚟噶。